今天是5月18号，在唐人街走走，这里是唐人街的花园，大多数都是唐人，这个公园也非常的大。这个公园我以前在里面也拍过，有很多人在那里打牌，基本都是唐人在这边休闲的。在一个热闹非凡的地方，就在公园的对面那几栋房子里面。你知道这一栋楼吗？这栋楼就是上次那个有一个小姑娘不是晚上走到这里，这栋楼，就那个门口啊，就是这个门口啊。还是蛮热闹的，对不对？这里看起来是蛮热闹的，怎么会那天会有？就是这个女孩怎么会被人盯梢进去了？就是这个，那天是几号门口？就反正这个门口还是这个门口，两个呀，这边一个大概是，好像是这个门口。唐人街是非常的热闹，像这个桥洞底下就有那些阿姨这样很节约的拿出来卖啊。视频里你们看不出，这个人嘴里在流口水，有可能吸毒吸多了，走路走不稳了。再往前呢，他们好像在拍电影，一遍一遍的走。
要的就是旧的街道那种感觉。一场疫情以后呢，在街道的墙上呢，大多数都是涂鸦的那种破旧不堪的，这也是美国的一种文化，涂鸦。